刚入月了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夹心。我先吃个，这个是金元宝吧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今年都能赚大钱。先吃吃这一整块，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。能听到声音吗？我还要尝一下下面有没有夹。最解压的一步来了，小黑，我知道你们也是跟我一样最喜欢吃这一步，看这一步啊。还是这种草莓的，哦，好冰，好冰。让我来吃一下，烫牙。但是很好吃，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吃冰的。它虽然就是有点太冰，但是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？就像冬天吃冰棍的那种感觉。好吃，而且它还加热，我最喜欢的那个草莓夹心。我小外甥很喜欢吃草莓跟巧克力，所以我就留着给他吃，就我吃剩下的都给他吃。这个有点淡哦。